你已经在想要离开我，想要跟我离婚。你是惊去拖累着我，还是讲你真正不爱我？我老可能不爱你，我就是太过爱你，我才会不忍心让你陪我做心事。那安尼，你真正想要离开我，想要跟我离婚？我了解。陈浩，要签哦，赶紧签签咧。签完以后哦，是不是创啥跟你无关的，我们较清心啦。你哪会这样啊？你难道因为这个原因就想要放我一个人啊？我讲过，只要你对我有感情，我就无可能放你一个人走人生的路。不管这条路有多歹走，咱会拄到多少困难，我拢一定陪你走到最后。陈浩，我真正是成功的，因为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咱两个是翁仔某呢，本来就是遇到什么代志，就爱做伙去面对，这点我永远拢袂改变。都好，都是你愿意陪在我的身躯边，多谢。我不爱你白说多谢，我不爱。我只要你永远都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没跟离开你，我没，我没，我没。安德，安德，哎，我人还搁在家呢，你当作我是空气啊？现在是你跑倒里出来？都要讲要离婚，怎么搁咱做伙在真情告白？